各位师兄阿弥陀佛。那我们在这个礼拜以来，看到疫情，像我们说的洗牌，在许多的国家洗过了，那么疫情也开始。这一波开始呢下来，渐渐的从高峰慢慢的要平息稳定，接下来就准备要恢复一些生活或经济活动。当然有一些经过要洗牌。疫情的影响没有那么快能够复原，或者有一些产业企业会转型，包括人类的许多的因缘、轻重缓急。一些人生观、地球观，或者说价值观，我们讲的这三种观念，也是会改变调整。我们知道人的一生，生下来成长，从父母家庭走出来到学校。交朋友，特别慢慢到青春期，可能会对一些偶像、演艺圈或其他的运动的偶像，或者一些戏剧、卡通都有可能，也会有异性的朋友，然后。出了校园，为了家庭，为了工作事业，偶像目标又变成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渐渐事业或家庭成熟稳定，或成功，或不成功，也。渐渐成了定局，到后面的更年期，才意识到自己呢准备要下车，就考虑怎么下车，价值观又变了，有的人又想到未来要去哪里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人的一生，而佛陀从这里的现象，早在年轻的时候就看出人生就这么一回事，苦空无常。所以，因为大悲心起。有了这样的日弘誓愿，而我们上个礼拜也把日弘誓愿用在浴佛记的实现。我们就明白，一切在于你的心。今天只是浴佛，却可以去修持一个观修，一个禅修，来种下了这样的因缘。
所以任何的因缘，如果你有正信发起了正愿，那么不管善恶因缘都转为道用，因为你清楚自己的目标。而这个清楚不是我们刚刚讲的从小孩子到学校到中年到老年，不是这样的随波逐流的清楚，虽然这个历程也是这样，人生还是会经过这些年岁。而我们的清楚是因为我们有了理路，我们有了听经闻法的正知见，我们相信，我们愿意去行持。所以我们会有这样的坚定的一个真理法则，我们讲的笔试的资料我们看过了，读过，我们交通规则都懂了，甚至于要往哪里去的地图我们也看过，我们当然很有把握知道自己的人生的方向。怎么去行持？所以我们理路行路。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接触佛法，明白教理，我们升起了对佛法的信心，同时我们的自信心也起来。所以人生是一个正能量，那么我们会像佛陀一样去做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因为佛陀早就有授记许多相法末法的现象讲得很清楚。那么也有呢，经过人生的历练，到了老或到了中年，他警觉人生真的是无常，随时什么时候无常来，尤其看到这次的疫情，深刻的体验到苦空无常。他虽然没有学佛，那么他也警觉到，这叫后知后觉。啊，调整一下，我们讲的社交距离，啊，调整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或者平常的生活的运作的方式，或者对工作的价值观会调整，因为已经现出这个迹象出来了，甚至于自己的亲人也受到影响，赶快调整，这个叫后知后觉。
当然也不乏不知不觉的还在想，哦，我马上就可以回到过去的样子，这种生活形态，而不知道呢，必须调整，很多事情是回不去了。或者说，如果你还是不改，那么可能又要面临再洗一次。例如说戴口罩这件事，哦，现在疫情呢松了，又开始恢复以前的生活形态。待不住家里，那很可能呢，下一波就扫到自己。尤其接下来的南半球，或者一些动物昆虫，它的传染病，那么跟人之间的互动，或者说接下来温室效应所产生的很多的变化也是回不去了，人文或者天文地文很多都在变。就我们讲的火劫，最近几天也都在火灾的信息里面，真是接二连三。就像经典讲的，我们从正法时代，佛陀注释，我们都容易呢自尽其意去落实往自心去修，所以很多人很快的证阿罗汉，因为那个时候禅定坚固，大家的心清净安定，不会没事找事，不会世间本无事，庸人自扰之。不会没事呢去看幡动还风动，而不知道自己心一直在动。所以很多佛陀的弟子很快就开悟。喜欢发问的这个阿难呢，最后当然阿难有他的使命，他要集结一切的法教，所以他要问清楚。然后到了相法，佛陀不在了，要照相，要建庙，大家开始追逐这些相好庄严，名相、色相、法相。对一切的世间的现象在意，对寺庙坚固，在修行上呢，就很多从石窟啊开始呢建寺，那大家起码呢有一个地方可以清静的去
从外呢修内，佛陀在，佛陀就是外，听闻听经闻法，身与意呢，因为佛力加持，加上自己单纯，那么到了相法，就必须借大的寺庙或者很清净的地方，有地方去共住安住修行，要一个地方。所以呢，寺庙非常的坚固，大家就往这个方向去建立。到了末法，我们知道斗争坚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人跟人，企业跟企业，国家跟国家，种族跟种族，宗教跟宗教，或者说科技跟科技，都在竞争斗争。渐渐呢，资源少了，因为温室效应，灾难多了。就像这一次，很多国家的医疗资源是没办法应付这一次的疫情的，口罩也会变成一种乱。所以，在争斗，如果再加上一个人他的自私自利，不顾他人的时候，就会变成杀戮坚固，造了杀业。从疫情可以看到，有一些动物因为可能有感染，或者呢游客少了，或者呢因为一个命令就开始杀这些动物。或者人来讲，因为医疗资源不够，或者本身不尊重某些族群，都可以牺牲掉的。所以把它当成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没有我们讲的慈悲互助同心协力，没这个。为了自己的生存，可以把人跟动物化成等号，这个是未来的下一步的趋向，就我们讲的杀业坚固，不管是对动物还是对人类。那么护法，他也会捍卫正法。
也会让一些干扰正法的因缘呢，能够扫除这些。让他不要再造恶，就像法律到底要不要废止，也在争论。就像这一次有一位杀死警察的，大家很热烈的在讨论。从人权的角度，从医学的角度，从犯罪学的角度，他的评估，跟最后呢，庭长他的新政使用的法律条款，这跟一个国家的价值观，还有个人的经历，其实都会有不一样。那么，到底是要怎么样达到一个法理伦理跟社会的期许？都要兼顾，确实不容易。但是起码我们可以知道，这是一个人权，不管是为往生的，或者为还在乃至犯罪的，都是考量着。那么，这是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普世价值，大家对于一个杀人者，跟对于一个可能是生病的人，或者对于一个无意、随意或恶意的犯罪的看法。所以大家客观的去看的时候，就会了解我们刚刚讲的一件事情，你内心的元素，也就是说你的观念会决定下一步。那么佛法的殊胜微妙，就在于佛法知道一切为心造。有时候我们讲心，有时候我们讲性，啊，这就是一个方向，就是往自己的内在去开显本来有的圣性、自性、佛性，也就是我们讲的内圣，就是正法的一个修行的方向。所以我们今天即使在末法，我们应该要捍卫正法，也就是说，虽然这里是五浊恶世，人心不古，或者看到这些国际局势，不但人心不古，世态炎凉，那么你怎么去
捍卫正法。吃饭、走路、睡觉都可以，就像我们讲的，我们呼吸也可以自利利他、自觉觉他，因为我们呼吸的空气遍及一切的有情，不管你是植物、动物、矿物。这个呼吸就可以。透过这个空气，以及自己身体里面的、内心里面的愿力，跟一切所缘的空气。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火，火劫、传染病、瘟疫、战争、火山，我们把这个火，不管是浴火，还是嗔火，还是病菌的发炎的火，还是火山，还是温室、战争等等这些，我们用我们的微妙的愿力，把我们身体里面的，跟我们讲的这个时空的火大，观想这个因缘的建立是不二的，因为每个地方都有温度，每个人、每个动物。矿物、植物都有事实的变化，甚至于我们自己有的贪欲、业力的业火。我们观想虚空中由南方而来，世仙宝生如来，我们将内的一切火大的能量，业火、浴火、嗔火，跟我们身体里面、跟外面所缘的一切火，以我们内在的愿力，四弘誓愿、众生无量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我们以此四弘誓愿，跟自己一切所缘，跟一切的外在的、内在的，我们这些因缘。火大的能量供养给南方宝生佛，然后转掉一切的有情
火大的劫难，包括无情的森林大火，然后将我们的烦恼火也转供养，化为菩提的日光，再将一切我们内在的五魔君用智慧产生光明的法性来饶益所缘的刚刚讲的一切有情无情，法门无量而生，然后大家同登南方宝生佛净土，一切善恶的分别，佛魔的分别，这些意识的里面意识流里面的恩怨情仇是非祸乱，全部归入一真的佛心佛性，因为佛佛道同，将此火劫供养南方宝生佛及一切十方三世佛，夜海转为甘露海，将一切我们夜海水大也供养甘露，再将我们空性正得的菩提般若或本来自具的智慧佛性也供养，上供下施，在观想这样的供养，也是三轮起性空，心佛众生无别，一切的灾难鬼难磨难化为祥瑞，诸佛欢喜，
法报化三身佛，与自性身语意相应，地水火风，五方佛，一真不动佛。自心应无所住，妄真何同？再慢慢将此佛土光明收回身心，那么我们可以了解，我们讲啊，布施婆罗蜜，我们若能懂得不施善不施恶，自己的身也是一种供养器，也是可以转为清净的供养，因为我们本来这个心就具备佛性的光明，可是我们觉的时候少，醒的时候少，迷惑的时候呢，烦恼的时候呢多，所以转烦恼为菩提，就在于自己的一念。我们人都有习气。如果你愿力起来，知道说浴佛也可以转化自己跟一切众生的业，能够啊证得如来的法身，就到处都是法。法门无量誓愿学，不学自得，因为你的心是法性，一切都是法，所以不施空性跟慈悲的时候，恶法也是善法。如果自私自利的话，善法也被恶人做恶的作用，变成恶法，或者变成商品，或者变成恶心的工具。因为你的心不是清净的真心，
所感召的，即使是正法，它也是我们五十因魔所展现的这样的因缘。我们常看啊，一些金刚部的护法，头上的五个骷髅代表呢，已经降服了五毒五魔，身上呢有五十个骷髅，代表的降服了五十因魔。脚上踩着呢四魔，代表了降服了四魔，欲魔、天魔、死魔、无因烦恼魔。当然有时候呢还会变成呢这个菩提法智魔。要是说我们修菩提道，中间也有很多我们菩萨模式，这些都是要调伏的。如果说我们自己不明白这些考验，这些盲点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所以佛陀其实先知先觉都告诉我们有这些考验。因为我们不能学佛啊，说要依止三宝，我们这法呢没有真实的依止，这法性没办法相应的。所以今天我们虽然不是出家，但是我们自己期许自己是佛的弟子，当然对佛的法、他的言教，或者佛的这一生所展现的身教，他什么样的舍弃这些世间，我们要去学习。我们做不到，起码方向正确，去尝试的去达到。所以借这个四大假合，修出一个真心出来。假也可以修成真。你不修的话，那么就是随波逐流。好，我们继续再来讲药师经，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如来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那么我们上个礼拜啊，讲到这个转轮圣王，也就是说能够啊得生天上，那么受尽以后呢，再来人生修行的时候，得到人生或者在人间修行，会为啊轮王，或者为啊这个贵族或者婆罗门或者居士，那么福报都很好，相好也庄严，聪明智慧呢啊还有气力啊都啊足够。那么若是女人身呢，也能够啊，因为啊得到这个药师琉璃光如来名号，你听到了，你真的去受持药师法，那么而后呢，就不会再受女生的这种辛苦，还有这些个性上来影响呢。有四种五种的障碍。那么我们要了解，现在呢很多女众她也是在社会上表现得很好，或者说在这个经典里面有讲到龙女啊，也是
小孩子、小女生，可是她也视线了成佛，也是告诉我们，佛性它是平等。虽然你有这个个性的障碍修行，可是你可以转为道用。就像刚刚讲这个火，你可以呢把你这个负面的呢自成的供养转化，都可以转为道用。那么这个怎么去理解呢？我们知道人之所以能够修行，是因为有二元论，有男有女，有顺有逆。那么你能够有一个二元的对比，你才能够有那七心，你才能够有出离，你才能够有慈悲，你才能够因为这样入不二门。如果说快乐是神仙，你没办法体会众生的苦。虽然你读了经典，苦空无常，但是你的悲心是不真实的。就跟我们常常去参加别人的，像我们这种年纪，有时候会参加一些告别式，没办法去理解商家的那种感觉。一直到自己的长辈一一的离开了自己，或者自己认识的晚辈，你去跟他送别的时候，你才能体会这种爱别离苦。那么当然苦不只是爱别离苦，是用这个譬喻来说，因为心不真，所以有的人他的修行如果没有逆境或者一个对比，是提不起呢真实的心，没办法看到自己的盲点。大部分人都想顺遂，当然要是佛有这样的愿力，让我们的修行能够顺遂。但是经典上也有讲，如果必须受业报，你还是必须欢喜受。这个就是一个修行逆境的机会。或者你是为一个女众，那么你有这五障，你就是一个修行的机会，这就是修行的目标。就我们讲到的眷属心、嫉妒心，或者自己怎么样身心呢能够清净，自己的情欲怎么样呢超越，那自己呢是不是能够身断跟自己的心能够有可塑性啊，就顺着这个我们一般讲女性比较柔弱，你把柔弱转成柔顺，就一线之隔，一字之差而已。然后心量的部分，你作为一个母亲或作为一个女儿，你把天下想起来都是自己的小孩或者自己的爸爸，因为谁不是父母生的。所以你把这个心量打开来，你把这五脏转成五个成就的踏脚石。所以不要认为这是五脏，相反的，这是一个踏脚石。那这样的话呢，
就转为盗用。所以完全是在一念间。那么现在大家都是别人错，自己都没错，辛苦的事情或者压力都想了别人做，就我们以前啊开会就是讲啊，不是别人错就是别人做，辛苦了大家都尽量甩，错呢就推。那么里面不乏呢受了很高的教育的这个同仁同事，可是真的我们过去就说啊，年轻人真的是草莓族，他没有这种承担的这种忍耐。那么年纪大的呢，因为过去都要自己亲自去做，就已经做习惯了。那么家境不好的呢，也没有空间可以说换工作，什么工作都必须做。或者当兵的呢，男生他也只有服从，连念头都不能去起了违背的念头，因为你不专心就会出差错。所以有这样的一种训练呢，也比较呢对责任呢比较能够平常心去看待。那么有障碍呢，就会当成呢是改善的空间。这其实转个念，不管男生女生，各有不同的修行的方便，也不要认为女生就比较没办法修。因为其实尤其在金刚圣的戒律里面，是不能有这种想法，因为你既然是果圣。不管菩萨是现男现女，空性慈悲是不二，这是一种方便。你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也不能看不起别人。相反的，女生有女生的方便。所以有一些过去生是男子，他这一生现的呢是女的身，是因为他肚女重。让女众呢也一样现大丈夫相，不要觉得自己呢看到这个五脏呢就好像失去了这种信心啊。我们要知道这些就是我们的着力点，我们大破大立的地方。好，我们继续讲。复次，曼珠斯利，彼药师琉璃光如来得菩提时，有本愿力，观诸有情，欲众病苦，瘦挛、干消、黄热等病，或被眼魅、蛊毒所中，或复短命，或时横死，欲令四等病苦消除，所求满愿。那么前面是讲啊，这个听到啊药师如来的这个佛号有好多的利益。那么这边呀就开始呢就要讲这些病啊，病呢病苦的部分呢，这里就
就要开始讲怎么样来用药师佛的法门治病。世尊呢、啊、就讲了这个持咒治病法。那么世尊就讲啊，就叫这个曼珠舍利啊文殊菩萨讲啊，这位东方药师琉璃光如来，当他证得大菩提的时候，由于他在菩萨因地修行所发的本愿啊，得菩提是有本愿力，那么他本愿呢是要救济一切众生的苦难，特别受是病苦啊，就讲的欲重病苦啊，就要那么他就会呢来用这个去慧眼去观察呢，观诸有情呢啊，他所受到的种种的病苦。我们知道啊，众生的病苦可能因为四大不调，或者因为业力业障，或者饮食不节，或者传染病啊，或者啊鬼神的干扰等等，这些都有可能。那么这些辩证药师如来他会去慧眼观察众生种种的因缘，才得到这种病苦。那么针对这些病苦就会去医治他，不让众生呢一直在受这个病苦。那么这里呢经典就讲了有几种病，受挛，这个挛就有一点像萎缩那种病，那么就是说没办法呢伸展，包括一种如果内脏呢，啊，这个就是它会这个肺结核，它整个就是肺部的这个功能呢也是没办法呢健全。虽然肺呢比较没有神经，可是就是也是呢叫做这个肺痨啊，这个受挛。又讲到肝消，肝消就是一种消渴症，啊，他就常常觉得渴，觉得饿，啊，那么又饥渴的意思。那么这里又讲到黄热，就我们一般讲黄疸，那他的体温呢是比较热的，那么体温的皮肤啊，眼球也是会发黄。那么这样子在当时。在印度那个时候就是都有这样的现象，所以呢世尊就举这样的例子。那这里又讲到等病，也就是说其实不只是这三种，哦，可能还包括这个当时可能还有这个瘟疫，哦，可能也有，或者伤寒啊霍乱，这些都是在那个年代呢比较常见的。那么这些都是在生理上所表现出来的。或被厌媚，啊，这里就是说厌媚，也就是他被这个啊，这个有念眼媚啊，所干扰。我们知道这些鬼魅啊，或者被人家做法，啊，让他的神识或者心理呢受了干扰，那么。包括他的神经系统被侵入，或者他的血液，因为心里面的毒会透过血液来散播。那么这些，啊，又讲到蛊毒所中，就是我们有讲过，被这个蛊毒啊来这个侵入。那么这个蛊毒，它就是会用几种有毒的虫，然后呢，这个把它封起来，让它们这个彼此呢咬，它会把它们放在容器里面，让它们厮杀，然后用符呢。跟用咒呢，把它封在里面，让它斗，
然后让它在里面就会死到后来最后的那最毒的那一个毒虫啊，可能也是爬虫类的，它就几乎已经成了一种妖精，所以这个灵或这个虫，它的能量啊，也可以拿来做法，因为它很强了，啊，中毒的和它都百毒不侵，它自己本身已经很强。那么众生不管是被做法，或者是吃了这些毒，会导致讲的祸福短命，或者是呢祸时横死。我们知道啊，这个我们一般讲横灾祸逆，有的是被淹死，有的是被火烧死，那么有现在有土石流。啊，甚至于船难呐、空难呐、或者车关呐，这些都算是短命横死，很可能这个人呢犯了这些鬼魅的法或者蛊毒，实际上呢他不该那么早就往生，那么就这样的横死啊，啊，甚至于也有可能就是在路上莫名其妙被杀被伤啊，这个都有可能。那么这里又讲到短命，也就是说比原来该有的短，他还有福报，还有寿命，可是就这样子就属于非命啊，也是短命。或者说横死，总是被这些邪术所害。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欲令是等病苦消除所求愿满，药师如来就发了这样的慈悲的悲愿，要让一切的众生，不管是前面讲的这些身体上的病苦病痛，或者后面讲的这些干扰，甚至于横死，甚至于短命，让他能够啊消灾延寿，而一切的善愿呢能够啊满足。那么这就是讲啊病苦消除所求愿满。我们从这一段就知道说，不是什么病呢，都推给业力。我刚刚有讲，有几种不同的原因会让我们身体生病。那么一个人要活着，除了有寿，还要有福。也就是说，你要修福修慧。我们听经闻法里面就有福慧。你如果能够真正的再去做服务业，你的因果回到自己的身上，所以我们讲施比受有福，也就是说，你种了一个因，你不求那个果就回到自己身上。所以我们要明白啊，很多植物人他还有寿，看起来呢并没有往生，可是他的福已经没有，他就是在被折磨。或者有的人呢，他资粮啊，或家庭幸福，可是他寿没有了，然后留了很多的遗产，可是他们已经没有命了。所以一个人要活得好，有福也要有寿，那么这个人才能够正常。但是有时候我们看一些病人，他可能有一些因果，必须呢往生。你即使能够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也就是说，
你必须活受罪，因为福呢不够了。所以有时候我们看长辈呢舍不得他走，你会在佛前呢希望自己能够舍受给长辈，再让他延寿。你如果不懂得为长辈积福，只是说我要舍受给长辈，往往啊两个人都很辛苦，因为啊自己呢福也弱了，那长辈的福呢本来就已经没有了，你是给他受，那福呢也分享的话，大家都很辛苦。所以我们如果大难不死呢，不要讲必有后福，这个后福是要自己去积福。但是积福来讲呢，最好还是三轮体性空，千万不要自己自私自利，为了自己的积福反而去造业，那是真的是得不偿失。因为福再怎么样，还是有漏的。所以我们在说有福有寿才能够活得比较自在。那么像大家就明白，要是如来有这样大的悲愿，让大家免于啊有形无形种种的身心的这些病苦恼。继续讲，彼时世尊入三摩地，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即入定矣。于肉髻中出大光明，光中演说大陀罗尼曰。那么前面就在讲啊，药师如来的悲愿，他能够观察到众生的病苦，他的因缘。那么能够啊让众生满愿离苦得乐，然后呢就要来在定中呢宣说这个咒，所以就讲啊，时彼世尊入三摩地啊。要是世尊会入三摩地，我们一般讲三摩地呢，就讲定的意思。也就是讲正定正受，那定就是讲自己的心安住在一个境界，这个境界是没有散乱，是定的。但这个定的意思不是说像石头一样那样叫做定，是八风吹不动那样的定，也就是你不会飘来飘去散乱的。然后呢我们说的你不被这些风转，所以呢叫做因无所住，没有任何的执着点。那么你在定的时候，我们讲戒定慧，戒定慧你的慧会发出来，这是我们一般修行人来讲。但是在这里讲的入三摩地，就讲佛能够在定中展现神通，然后呢能够啊也有这个陀罗尼真言呢来展现。那么如果你直接去翻译这个三摩地，它就是等持，等持就是平等不偏颇，然后安定入定。所以在经典里面，佛在说法或者在说咒，或者佛在神通转法轮在利益众生的时候，都是在定中。那么这个定，佛有时候就是会
展现出来入定。那么这个入定不是说佛平常没有入定，是佛必须恒顺众生，在不同的因缘配合众生的因缘来运作。但是当他要讲经说法，或者要说咒，或者在定中用这个自己的神通威德要立身的时候，他会展现出来他是在定中。所以这里讲的三摩地呢，那么名曰除灭一切众生苦恼，也就是这个三摩地是这个名称。那么这里讲啊，即入定已，于漏际中出大光明。佛在讲法或者在现在他入定的时候，会从头部的漏际他会放出大光明。那么就是头顶隆起的这个际，这个地方就是放这个光，就是三十二相之一，叫做无见顶相，也就是代表佛的福德圆满，头顶最尊贵的。那么佛顶放光以后，是在定里面呢发了慧，也就是说头顶放光，接着是身体放光，然后开始要讲法或者说咒的时候，从心光再放出来。所以佛的放光是有这样的，我们讲就是顺序。当然他如果展现，也可能在一刹那中同时放光。那么那是在我们这个地方的讲法，就是说会从一般就是说从这个肉际，然后呢佛光普照，然后心光遍法界。那么这里面呢，就是从定里面的开始说法说咒，然后这个法是从自信的智慧的光明法性的一种方便。那么这里呢，就是在演说这个大陀罗尼。那么陀罗尼我们知道呢，就是真言。那么因为啊，这样的这一段我们知道，佛陀是因为愿，因为慈悲这些身心疾病的干扰的悲，然后呢入大定，然后呢从一切的福德呢智慧呢放光，然后来说这个咒。咒我们了解，这个陀罗尼叫做总持。那么这个持还有它会遮，也就是说它会摄持所有的功德，也就是咒里面呢会摄持一切的功德，然后遮障一切的不祥或者罪恶。所以也可以讲是总一切法持无量意，或者说总一切的吉祥安乐。所以一切吉祥，那么陀罗尼它的这个作用非常的广大，就名为大陀罗尼。所以今天这个咒的因缘缘起也跟大家讲了，那么它的名相也跟大家分享去了解。所以如果同样的，你今天要持这个咒，例如说你今天要帮一个人治病，或者你要帮他除障，除了刚刚我们讲的你对药师如来要有信心，你对自己也要有信心，然后你来持这个咒，你要了解这个咒的缘起是因为悲愿，
是因为定，是因为智慧，是因为自己的福德光明，然后你也能够明白什么叫陀罗尼。那么你有了这样的正知正见，你来持这个咒，那么就能够展现这个咒跟自己相应的功德。所以我们常常讲，以自己的功德力、如来的加持力以及法界力来行持一切的善法，这是我们讲的三力。那这个地方，这个法门跟这个咒，大家就清楚，也对三摩地也明白。那么就带大家来念一下这个咒：南无婆伽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耶，达陀揭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斯陀翁，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再念：南无婆伽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耶，达陀揭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子陀翁，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再念：南无婆伽法帝，毗沙奢俱卢，毗琉璃，波那婆诃那舍耶，达陀揭多耶，阿那诃帝，三藐三菩陀耶，达子陀翁，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三摩揭谛娑诃。那么南无，我们就知道，就是我们一般啊，那么观世音菩萨，那么阿弥陀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归命理啊，或者皈依啊，或者敬礼啊，也可以呢有哎呀救护我啊这样的意思。那波那法这个婆伽法帝呢，就是婆伽梵，就是世尊的意思。那毗沙奢俱卢呢，就是药师。那么毗琉璃就是琉璃啊。那么波那婆就是光，诃那舍耶呢就是王，然后呢达陀揭多耶是如来，阿那诃帝就是应供，三藐三菩陀就是正等觉。那么整个连起来就是皈依世尊药师琉璃光如来应正等觉。那么达陀就是咒曰，那么嗡这一段一直到娑诃，这个就是这个咒啊，大陀罗尼咒它的正文。那么其实我们一般的咒是不必去翻译啊。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咒，就是心咒，我们用心跟这个咒呢来相应。那一般的咒常常看到嗡，这个嗡就是讲啊，它总摄了四智的菩提，那么也包括一切清净的法界的佛果的功德啊，这个功德是不漏的。那么他这个嗡啊，能够把一切的这个污染啊扫尽，那么能够啊圆满一切的利益众生的白法。好，那么咒我们刚刚讲过，它是总持，所以这个嗡呢，就是这个咒的总持里面又把它缩成一个总持，所以它是总持的总持。所以一切的经咒前面都会有一个嗡。经典里面的咒，或我们常常在金刚圣里面的咒，它前面会有一个嗡。那么毗沙奢、毗沙奢、毗沙奢，这些都是
药，好，也就是说你用药来医药它啊，那么就是我们讲的一个是动词，一个是名词啊，就是去医治的意思。那么包括医治别人也是可以，医治自己也可以。所以啊，这个咒就是很好用。那么娑婆揭谛就是你去普度他，娑婆就是我们讲成就这件事情。当然，娑婆这个成就也有点呢，就是快成就的那种，在去推动这个咒的意思。所以啊，这个咒用药去普度一切众生病苦的大愿。速得成就，就这一句，就这个意思，就是用药去普度一切的众生病苦，他的大愿，然后呢，让这个大愿能够速得成就。那当然，我们不去翻这词也是可以，但是这些呢，最主要是我们要明白药师如来的愿，然后我们也知道说这个咒的缘起跟它的作用，然后我们今天要持这个咒。也是必须去经常的去行持，去持这个咒。然后你在持咒的时候，就是你一心至诚的去持咒，就跟我们念佛号一样，不能啊一边在看电视一边念佛号，你就是要专注，不要呢脑袋呢都没有止，都不懂得舍。这些，如果你还是用散漫心，然后再来怪说这个咒呢没有用，或者佛号没有用，这个实在是自己的过失啊，过罪啊，就很大了。那么要明白是自己的心没办法呢，即心即佛。那也增不起功德，因为你对于这个佛或者这个菩萨或者是这个咒，你不了解他的本愿，所以念起来呢，生不起这个相应的功德，而且精神往往就是妄想烦恼呢，都没办法呢自己呢转或者自己呢放下舍去。最主要要舍去的就是我，这个我呢的目的都没办法舍，我的习气，或者你觉得我是一个女众，我有这么多的烦恼。总之，你所缘的一切，你要了解这些意识的五蕴皆空。虽然还没办法达到五蕴皆空，可是你起码了解，不要被这些五蕴烦恼魔来困在那个地方。一切都会过去，我们人本来就是过客，你不要拿这些跟自己过不去，因为你过不去，你也得过去，那又何必把自己弄得七上八下？所以世间本来就是借假修真，本来就是如梦幻泡影。那这些的恩怨情仇，其实。你当他昨天的梦，回不去也不用回去啊。你把握的就是当下，当下的下一秒呢，它又变过去。那么对未来，你在那胡思乱想，你何不把握当下？你当下这一心是没有时间空间的。阻碍的，所以你集中这个一心，然后去持念。你现在又懂了一些咒的意义，那么内在的功德力量会升起。那么你跟咒的相应，跟你要加持这个药师佛水或者大悲水，意思是一样的，就能够产生这样的作用力。所以你要如来加持力、法界的这个法界力或自信的功德力，完全在自己是不是
平常有在行持，功德不是一下子跑出来的，是你要借这个假。虽然你现在发不起真实的菩提心，没关系，起码你方向就是一直熏修，一直自尽习意，一直从二元论里面入不二门，然后你来一个门破一个，来一个门破一个，那么你也能够在定中呢持咒最好。好，我们呢这个来持诵释迦牟尼佛的心咒。Om Mani Mani Ma Mani Sri Jaya Mani Yaso HaJaya Mani Yaso Om Mani Mani Maha Mani Sraja诵药师如来心咒。嗡贝克扎贝克扎玛哈贝克扎拉扎萨姆嘎德梭阿嗡贝克扎贝克扎玛哈贝克扎拉扎萨姆嘎德梭阿嗡贝克扎贝克扎玛哈贝克
迦拉哈迦萨哈姆嘎帝娑哈唵贝喀迦贝喀迦玛哈哈贝喀迦拉哈迦萨哈姆嘎帝娑哈唵贝喀迦贝喀迦玛哈贝喀迦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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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迦萨姆嘎帝娑哈观想坐因缘扬十法界一切佛陀四弘誓愿药师如来大愿大转法轮大陀罗尼也饶一切所缘众生一切四大不祥灾难化为祥征一切内外魔转为五智光明心佛众生无别一真再慢慢将此一真光明收回身心，慢慢出定，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这个药师如来的这个大陀罗尼，除灭一切众生苦恼。希望大家能够也能够除了行持种种的法门，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候，也能够多除障，除这些疫情的障碍，那么也除灭一切众生的苦恼，利利他。好，我们今天。禅修到这个地方圆满，阿弥陀佛。